你当小记者了？是啊是啊，是依依。哼，在我的努力争取下，终于成为学校的小记者了。需要争取？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报名啊。罗克，你就来做我的摄影师吧。可以拒绝吗？你说呢？不敢。罗克，辛苦你啦。今天天气晴朗，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，非常适合外出游玩。记者依依在公园的报道。表现得怎么样？超级棒，专业。快上网查一下收视率吧。好的，有标 Q。今天天气晴朗，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。怎么那么少啊？不错了，别的直播视频也差不多。哎呦！哇，我爸爸就连摔倒都那么帅，这么多，花花都直播八卦的事情，还那么多的人看。依依，你在干嘛？找大新闻呢。找到了，跟我来。不好了，小镇广场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大桥倒塌事故，小朋友们都被吓哭了。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啊？就是要夸张一点，收视率才能提高。小心！不好意思，请让让。这个球打中就可以破我的个人记录了。破记录？罗克，快帮我拍下来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连续3杆击中高尔夫球了。恭喜泰哥，刚刚打破了高尔夫球的世界纪录，成为小镇第一个体育明星。这也行啊。恭喜泰哥，刚刚打破了高尔夫球的世界纪录，收视率提高了好多呀。体育明星还有什么新闻可以报道呢？有了，就用现在这个角度拍青蛙。青蛙有什么好报道的？震惊！我们在小镇广场发现了一只前所未有的巨大青蛙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们的新闻越来越多人看了。震惊！我们在小镇广场下面还多了很多评论呢。有的巨大青蛙，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，不错嘛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想太多了吧？罗克，今天我们去哪里找大新闻呢？好像有大新闻向我们跑过来了。就是你。是你，快解释清楚，我不是体育巨星，也没有破世界纪录，都是你乱说的。怎么这样啊？对不起各位，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。幸好大家没有再追究，害得我都没办法专心打球了，以后别这样了。好的。小青蛙，你要去哪里啊？
他说因为你的报道引来很多人的围观，住不下去了。又是因为我。咦，罗克，不好啦，快去看新闻网页上的评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都在指责我。哼，依依，你去哪儿？都是我的错。依依，见到你太好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气象局的通知，非常紧急，马上报到，通知大家赶快去避难。龙卷风即将在小镇附近出现。依依，你说有龙卷风是真的吗？是的，现在要通知大家赶快去避难。什么是龙卷风啊？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涡旋的现象，影响范围虽小，但破坏力极大，可以把大树连根拔起，连楼房也会被摧毁的。那我们快去避难吧。真的？假的？真的？假的？马上把这个消息直播出去，让大家及时避难。紧急消息，不远处将出现巨大的龙卷风，可能随时会来到小镇。紧急消息，不远处将出现巨大的龙卷风，可能随时会来到小镇。大家不相信我，怎么办？让我先算一算还有多久时间。根据预报资料，这个龙卷风的移动速度是每秒30米，距离小镇还有52.4千米，用距离除以速度，就等于龙卷风来到的时间还有29.1分钟。胖警长，预报到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了，在19分钟内一定要通知到所有居民。有什么办法让大家都相信依依的报道呢？只有100%的真相才能让大家再次相信依依。变成猫，我需要你和卡布们的帮忙。好的，我需要卡布球组成高空卫星监视龙卷风，卡布方与卡布追组成追风越野车，载着我和依依靠近龙卷风，现场直播。卡布，卡布，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变成喵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闪闪机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。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喵喵喵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。卡布圆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。依依，不要去，太危险了。追龙卷风很危险的。这是当记者的责任。放心，有卡布球在高空卫星监视，我们会安全的在旁边报道的。出发吧。知道了。
龙卷风已逼近小镇，请大家赶快避难。依依成了大英雄啦！终于了解小记者背后的辛苦与责任了。依依表现得太好了，大家都很称赞你的专业。我爸爸太欣赏你了。我想表演套帅气的体操，你来报道。别来了，我再也不报道八卦新闻了。又来了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强大的自然现象——龙卷风。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涡旋的现象，由雷暴云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龙卷云旋风，伴有雷阵雨，有时也伴有冰雹。龙卷风从发生到消失只有几分钟，最多几个小时，每秒可达100米的瞬间风速，甚至达到175米以上。但是直径一般只有25到100米，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，直径才达到1公里以上。遇到龙卷风，要赶快藏到避难所里呀！同学们，学校要举办爱心义卖会。啊，什么是爱心义卖会呀？爱心义卖会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卖，卖得的钱捐给有需要的人。罗克说得好，活动主旨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太好了，清理东西又能帮助人。本公主没有要卖的东西呢。我的物品有点旧。有好消息告诉同学们，我们决定选出一个最佳爱心摊位奖，奖品由糖果婆婆提供。奖品是免费的1个月飞天堂。哇，飞天堂，我一定要赢。看来得凑点物品来卖了。哇，好热闹啊。这本书我还不舍得卖。佳你好。罗克，我们也赶紧拿东西来卖吧。先看看大家都卖什么。他们哇，小强你也来了。卖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赢啊？居家清洁用品，实用又有爱心，那你卖什么呀？让他们瞧瞧，变成猫。变成猫呢？不买球，快走。变成猫，快过来。都是玩具，平常都不见人，现在舍得拿来义卖？为了飞天堂，拼了。哼，希望没人买你的玩具。也没人会买你的。妈妈，我要这个。谢谢你的爱心。谢谢。爸爸，这个玩具我好像没有啊。那就买回去吧。这个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这个玩具这么旧了，我那边的玩具比这漂亮多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都是我心爱的模型呢。罗克，你居然抢小强的客人！爸爸，我能全部都要吗？不行，只能挑一个。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80块。不，好贵哦。对呀，太贵了。小强这个玩具便宜多了。你要多少钱？只要这个飞机一半的价钱。80的一半是40块。好便宜，买这个吧。你我再便宜2块。
哈，来呀，最华丽的摊位登场了。哇，那边好好玩呢，去看看。哎，别走啊，快来看看，这里有最美丽的花，还有最华丽的表演。哇，这也行啊！罗克，你看我们的摊位多华丽啊！这一次我们赢定了。哼，比的是谁买的多，不是比谁漂亮。哦，这个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们这叫宣传手段，宣传越好，赚得越多。爸爸真厉害。嗯，那你们卖的是什么呀？当然是像我一样美丽的花呀。连依依也来，想抢我生意。花花，我们也跳舞。我们也不能落后，有不要听，变成猫，我们也来一个表演。变成猫呢？来啦！啊，变成猫快来！变成猫，你擅长什么表演？你也来一个。我不会跳舞啊。那你不如就翻跟头吧。我买的球。哎呦，加减乘除，你们都给我起来。对不起，国王。爸爸，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表演还没完呢。罗克，都怪你把客人给赶走了。变成猫，你怎么买那么多球啊？一时忍不住，都买了。怎么回事？车怎么不受控制了？那个小孩有危险。有必要 Q 去拦住那辆车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呀？会撞伤人的，要用围栏让它停下来。要多长的围栏才够啊？16米，仅仅只是一边的长度，是拦不住它的。我们需要一个正方形的围栏，已知正方形的边长为16米。我们知道正方形的四个边长都是一样的，那么这个正方形的周长就是16×4=64米。我们需要一个64米长的围栏围成一圈，然后还需要堵住小车的碰碰车。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变成鸟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鸟数学棒，卡布真神奇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。变成鸟数学棒，卡布喵喵喵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。卡布圆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。数学棒变成鸟，万能的工具。数学棒变成鸟，喵喵喵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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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谢谢谢谢你们，小宝，妈妈，妈妈。现在公布比赛结果，获得最佳爱心摊位的是。哥。赢不赢？赢不赢？赢不赢？卖出最多球的泰哥。哎，太好了！恭喜你，你成为本次最佳爱心营业员。太好了！变成猫，为什么买那么多球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。真的都白费了吗？爱心义卖会是慈善活动，奖项只是鼓励。献出爱心，将赚到的钱捐赠给有需要的人，才是活动的主旨啊。哎，我们的表演也白费了。飞天堂啊！棒棒，你们要吃糖果吗？我可以请你们吃啊。我们家是开糖果店的，我可以请你们吃到饱。真的吗？也是为了报答你们救了我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今天又有一个新名词，周长。周长就是一个图形边长的总和，比如正方形的一个边长为 A， 周长就是四个边长之和，等于 A 乘以四。长方形有长边 A 短边 B， 周长等于两个长边与两个短边之和，即 A 加 B 乘以二。圆的周长等于直径乘以圆周率，等于半径乘以二乘以圆周率。字母公式 C 等于派 D 等于二派 R。 例如，圆的直径是六米，周长 C 等于派 D 约等于 3.14 乘以6约等于 18.84 米。